这鞋怎么会推出跟我的设计一样的鞋？你们公司盗用了我的设计图 ，Laura 盗用我的设计图。有位小姐说我们公司抄袭了她设计的男性皮鞋，她性感来找公司的麻烦。拥有这么大野心的人，要靠间小公司去从政吗？您的政治资金不会无限制捐赠，因为你拜托我，我才录下他们的对话。 但我想要知道原因吧，我可以问你是什么事吗？你相信我吧，以后我会全部告诉你。红色高跟鞋，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，优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。